逆剑狂神第七千六百一十一章：小仙剑，神秘存在，古太虚。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林轩眼睛一亮。古三通也是神情凝重，看样子真的是他古家的人，有可能是他古家的老祖。但是这个名字从来没听说过。他望向了仙塔之主，说道：“这个人的事情，跟我们仔细的说说。”抱歉。 我不清楚，我们只知道这个名字，更具体的就不清楚了。不过，他的虚空之力非常的强大，强到难以想象。我们所有人连接手来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但除此之外，他的来历、他的门派以及他的家族全都是谜。好吧，那你回答第二个问题。林轩继续问道。仙塔之主说道：“其实也很简单。” 就是为了封印天魔，好像是天魔在对方修炼的时候曾经偷袭过，所以那股太虚十分的生气，动用了无上的力量封印了天魔一族，甚至连带着天魔一族所在的世界一起封印了。我们也被封印在了这里。林轩听后问道：“这个世界有天魔的存在吗？”他可是知道之前的水魔老祖和火魔老祖。 都不是天魔，都只是拥有天魔的血脉而已。如果一个真正的天魔还活着，那将十分的可怕。当年存在，被封印之后没多久便死去了。从那以后，九魔山就再也没有天魔出现。现在的九魔山拥有九个老祖，他们都是天魔的后人，血脉的力量非常的强大，但是也无法和真正的天魔相比。至于第三个问题。 仙塔之主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没听说过，还有谁更厉害？在这个世界，只有九魔山和我们拥有真神，除此之外，并没有真神存在，也没有人会虚空之力。”林轩听后，眉头紧紧的皱起：“这不可能呀！明明有人破开了虚空。”公子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不敢骗你。但是，公子如果想要询问更加具体的…… 其实还可以去一个地方，或许有些秘密，他知道。听到这话，林轩一愣，他问道：“什么地方？你不是说没有神秘的强者了吗？”我说的他，并不属于强者。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，他就在我们仙塔的最顶端，那个地方非常的危险。无数岁月以来，只有我能够进去。我成功的带出了仙雷顶。 仙塔的顶端还有神秘的强者，林轩抬头望向了天空，他眯起了眼睛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亲自前往去看一看。林轩准备行动。仙塔之主说道：“公子，你刚刚战斗完，还是先将状态调整到巅峰吧，反正也不急于这一时。”也好。林轩听后点点头，他开始恢复。三天之后，他站了起来。 他并没有受什么伤，只是消耗了一些，如今已经恢复到巅峰。他说道：“可以了。”另外一边，仙雷顶里面，三道身影站在那里，周围有着可怕的雷霆在环绕。在这里谈话，他们不担心被其他人听到。两个太上长老问道：“真的要让那个家伙进入仙塔顶端吗？太冒险了吧？万一……” 他在里面得到什么仙之力量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放心吧，他得不到。仙的力量是上个纪元的力量，这一个纪元的人很少能够得到。我是运气好，才得到了仙雷鼎，而且里面那个存在很是神秘，脾气古怪，要是得罪了他，估计会下场很惨。说不定他有可能会陨落在里面。那好吧，两个太上长老点点头。 他说道：“你不要表现的太明显，最好再劝一劝他。我知道怎么做。”仙塔之主点点头。林轩的强大让他忌惮，只要有可能，他不希望这样的强者存在于世界上，最好除掉。仙塔顶端的那股力量，或许是一个机会。听到林轩的声音，仙塔之主飞了出来。他说道：“公子，仙塔顶端十分的可怕。” 你进入之后有可能会有危险，你确定要进去吗？放心吧，我不会有危险的。林轩带着无限的自信。仙塔之主不再说什么，他腾空而起，带着林轩冲朝着前方飞去。至于古三通，则是留在了外面，以防万一。这座仙塔非常的高，直通云霄，仿佛通天神柱一般。来到了云雾之上，他们才停下来。 周围有着很多神秘的光芒在闪烁，虚空中有一些仙鹤在飞舞，甚至有很多仙药种在了虚空之中，一朵朵鲜花绽放，宛若仙境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一头仙鹤飞了过来，沉声说道：“你已经得到了仙雷鼎，怎么还这么贪心？这次不是我要进去，是这位公子要进去。”是他。仙鹤望向了林轩的时候，一脸的疑惑。 这小子气息比你还弱，他有什么资格进去？进去之后，他也是送死。小子，赶紧回去吧。你错了，林公子的实力可比我强多了，他有资格进去。林轩也是问道：“之前和九魔山的战斗，你没有看到吗？”下界的战斗，我才不关心呢。仙鹤冷哼一声，十分的高傲，似乎完全不将其他人放在眼里。小子。 别人说你很强，我不相信，我要亲自试验一下。我也不欺负你，如果你能够让我后退一步，就算你成功，我就让你过去。你出手吧，那你可要小心了，我的实力很强的，小心伤到你。仙鹤 <laughs> 听到这话的时候，彻底的笑了。伤到我？小家伙，你想太多了，十个你加起来也伤不到我。赶紧动手吧。 周围的那些鲜花也在笑，他们可是知道仙鹤是多么的厉害。眼前的这个小子怎么可能成功呢？或许会灰头土脸的离开吧。仙塔之主退到了一旁，说实话，他可是知道林轩是多么强大，他一点都不担心。林轩则是深吸一口气，他并没有动用剑气，他握紧了拳头，朝着前方轰了过去。他动用的是混沌体。 轰！这一拳打出，天崩地裂，整个世界剧烈的晃动，云雾之上的世界也是摇晃了起来，仿佛要破碎一般。那些鲜花都惊呆了。云雾之上被他们称为云海仙界，而云雾之下被他们称为下界。他们连九魔山都不放在眼里，可是没想到，此刻云海仙界竟然要破碎。这是什么样的力量？逆剑狂神！ 第七千六百一十二章，这一拳，仙界都承受不住。仙鹤同样面色一变，之前他还高高在上，完全不将林轩放在眼里，可是没想到对方的实力竟然如此的强大，他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，怒吼一声，他的翅膀舞动，打出滔天的仙道风暴，杀向了前方。轰鸣般的声音传来，漫天的仙道风暴落在了拳头之上。 万道惊雷响起，林轩的拳头太强大了，拥有开天辟地的力量，撕开了一切，杀向了仙鹤。那头仙鹤吓得展翅飞翔，退到了后方。这一次何止退后了一步呀，他退后了十几米。承让了，林轩收回了拳头，淡淡的说道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仙鹤的脸色有些难看，他觉得很丢人。旁边的仙塔之主。 同样吓了一跳，他知道林轩很厉害，是绝世的剑客，可是没想到林轩的体魄竟然也如此的厉害。刚才那一拳拥有开天辟地的力量，让他无比的震惊。这个小子究竟有多少底牌啊？林轩笑道：“我的来历说了你也不明白，请让我过去吧，我说话算数。”仙鹤飞了过来，说道：“你站在我的背上。” 我带你过去。林轩走了过去，来到了仙鹤的背上。仙鹤展翅飞翔，带着他朝着前方飞去。仙塔之主站在了那里，说道：“我在这里等着公子归来。”林轩点点头，望向四周，他发现，在云海之中拥有极其神秘可怕的力量。这种力量，真神都不能够踏入，难怪需要仙鹤才能够过去。如果强行过去的话， 恐怕会化成一团血雾的吧。看样子，这仙塔存在的岁月非常的久远。仙塔之主和那些太上长老根本无法掌控仙塔真正的秘密，这让他更加的好奇了。里面有什么样的存在？是不是就是对方破开那虚空呢？林轩相信，很快就会有答案的。没多久，仙鹤停了下来，前方是一扇门，一扇石门。 十分的古老，充满了岁月的气息。多谢了。林轩走下来之后，推开了石门，走了进去。他的身影消失不见，石门再次关上，里面的通道黑了下来。林轩刚走几步，四周夜明珠亮起了光芒，整个通道十分的长，不知道通向哪里。林轩很有耐心，一边小心的观望着四周，一边朝着前方出发。通道的尽头。 是一个大殿，大殿十分的古朴。林轩走进去之后，便发现有着一道身影背对着他，那是一道金色的身影，十分的神奇，周围有着金色的雾气在环绕，让人根本无法看清，就仿佛在看仙人一般，随时都会乘风而去。见到这道背影，林轩停了下来，他紧紧的盯住了对方，他发现，在轮回眼之下，他竟然。 也无法完全看穿，不过只要多给他一些时间，他应该能看穿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道低沉的声音响了起来：“又有人来挑战了吗？这一次怎么只来了一个年轻人？修为这么弱，你真的有资格挑战吗？”罢了，既然你进来了，我就给你一次机会。前方那背对众生的金色身影突然开口说话，吓了林轩一跳：“挑战。” 林轩微微皱眉，金色的身影冷声说道：“怎么，不清楚吗？在这里挑战，赢了可得一件仙气，输了的话滚出去。”林轩惊讶，看样子之前仙塔之主来这里就是成功通过了挑战，得到了仙雷顶。看对方之前的态度，想来这挑战应该不简单。只是他并不是来挑战的。 林轩摇摇头说道：“我不需要仙气，我只需要问几个问题。想问问题一样要挑战，赢了再问。”那道声音极其的不客气。好，那我就看看是什么样的挑战。林轩大手一挥，他眼中带着一丝凛冽，看样子只有拿出实力，才能够让眼前这个人重视。说不定他能够在对方身上得到想要的消息。金色的身影。 大袖一挥，古老的殿宇发生了变化，四周出现了极其可怕的火焰，化成了一片火海。这些都是紫色的火焰，极其的恐怖，能够轻易的让强者灰飞烟灭。而在这火海之中，有着一个紫色的石碑。金色的身影说道：“只要你能够打碎这紫色的石碑，你便算完成挑战。到时候，你想问什么问题，我都可以回答你。” 话音落下，他便不再说什么。林轩望向了那紫色的石碑，下一刻，他走了进去。一步踏入，周围的火焰仿佛疯了一般，朝着他席卷而来，要让他灰飞烟灭。林轩冷哼一声：“给我滚！”他身上的混沌力量爆发，拥有开天辟地的气息，那些火焰全部被他轰飞出去。紧接着，那些火焰便再次杀了过来。 他在空中凝聚，形成了一头紫色的麒麟，朝着林轩快速的冲来。大战瞬间就爆发了。林轩这边战斗的时候，另外一边九魔山却是震撼无比。三尊老祖宗强势出手，可是没想到却重伤回来。三个人都重伤，差点陨落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九魔山的这些魔族都疯了，甚至其他的几个老祖同样惊呆了。 他们纷纷苏醒，从古老的殿宇中走了出来。怎么会伤得这么重？究竟是谁在出手？我们倒遇见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剑客，实力很强，而且还拥有六道轮回的力量，克制了我们。幸好拥有天魔笛，不然我们早就灰飞烟灭了。绝世剑客！其他的几个老祖听后震惊无比。那又如何？ 这次我们一起出手，我就不信拿不下他们。然而，英俊的男子却说：“先等等，等我们恢复一些实力。”我怀疑他们似乎不是这个世界的人。我们存在了无尽的岁月，即便连仙塔顶端的那个存在，我们也有所耳闻。可是，这两个人我们从来没听说过，他们就仿佛凭空出现的一般，他们十分的可疑。其中一个人。 还会空间之力，我很怀疑，他们是破开了空间风暴从外界而来的。九魔山的这些魔族听后惊呆了，外界来的人吗？太不可思议了！英俊的男子说：“如果我猜的是真的，那么我们必须全力以赴。”逆剑狂神第七千六百一十三章何方妖孽显形。<行>我知道了，我们会全力的帮助你们，尽快恢复。 另外几个老祖也是神情凝重，域外来客，他们可不敢有丝毫的大意。林轩并不知道九魔山的想法，此刻的他正在全力的对付紫色的麒麟。这紫色的麒麟由神火凝聚形成，极其的可怕，竟然能够和林轩的混沌体打得旗鼓相当。不过，当林轩挥动神剑的时候，紫色的麒麟挡不住了。 被斩成了两半，重新化成了紫色的火焰。林轩就这样一步步的杀向了前方，终于他来到了这紫色的石碑面前。望着这石碑，林轩微微惊讶，他有一股不寻常的感觉。他施展轮回眼，嗯。林轩一愣，他有了新的发现，他停了下来，并没再出手。在他身上，剑气滔天，化成一片剑海。 凝聚形成一头神龙，挡住了周围的紫色的火焰。林轩盯住了石碑前方那金色的身影，一直在沉默。他背对众生，即便林轩打的惊天动地，他似乎也没有多看一眼。可是此刻，当林轩停下来的时候，他却有一丝紧张。他的身形微微晃动了一下，但是他仍然没有说什么，也没有回头。就这样。 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，终于，金色的身影等不了了，他沉声问道：“你在等什么？打碎石碑，你就能完成挑战。难道你不想询问我问题了吗？”听到这话，林轩笑了：“我不想动手了，我觉得这石碑挺好，打碎了太可惜。”你说什么？金色的身影微微一愣，林轩说道：“我放弃挑战了。” 你确定？金色的身影惊呆了。完成挑战之后，我不但可以回答你的问题，我还可以让你选一件仙器。说完，他大手一挥，在他身边出现了几件武器：神秘的仙剑、蓝色的仙壶、绽放着神秘气息的珠子，每一个都惊天动地。金色的身影说道：“你从外面来，你应该知道仙雷顶。这五件仙器，每一个……” 都不弱于仙雷顶，你难道不想要吗？林轩却是笑道：“怎么感觉，你似乎很想让我挑战成功呢？你什么意思啊？”金色的身影冷声问道。林轩也是沉下了脸色，他冷哼一声：“你的这点小伎俩，以为能骗得了我吗？你究竟是何方妖孽？给我显形！”林轩冷喝一声，背后的那道巨龙仿佛化成了天龙一般。 在他的眉心，天道之眼睁开，朝着前方望去，目光洒落，化成了绝世的神光，划破了天地，照耀一切。那道金色的身影，在这股目光之下，变得虚幻飘渺起来，化成了无数金色的云雾，笼罩了四方。好小子，竟然能发现，真是出乎预料。之前那个白痴，可是一点都没发现。伴随着这道声音。 金色的云雾之中，突然出现了一些叶子，那是金色的叶子。一道藤蔓从里面飞了出来，这道藤蔓似乎种在了虚空之中，它极其的神秘。声音就是从藤蔓之中传来的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我应该没有什么破绽。你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你又是谁？林轩反问道。告诉你也无妨，我是一株仙藤，年轻人。 我很想知道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好，那我就告诉你。林轩笑道：“你虽然没有什么破绽，但是这石碑却有。在我的观察下，我发现这石碑似乎拥有一种封印的力量，它封印着你。而且，这石碑应该不止一块吧？之前的仙塔之主破掉了一块，所以你才给了他仙雷顶。这样一来。” 仙塔如果有新的高手诞生，想要仙气的话，肯定也会进来挑战的。长此已久，当所有的封印破掉之后，你应该就自由了吧？但很可惜，被我看穿了。既然让你猜中了，没错，石碑确实是封印，之前也破了一块。我原本以为没人能发现，看来你的这双眼睛极其不凡。刚才我竟然感受到天道的力量。 难不成，你的眼是六道之眼？有点意思啊！没想到这双眼睛又重新出现在天地之间了吗？既然你知道了，那我也不瞒你了，你帮我破开封印，我给予你力量。你虽然拥有六道之眼，但是你现在还没有彻底成长起来，你只是出城的真神。我能帮你成长得更快。我拥有很多力量，甚至我还拥有很多仙气，以及仙法。 我可以交给你，只要你破开这里的封印。又是封印！林轩眉头微微的皱起，他说道：“我先问你，这个世界是何人所封印的？你了不了解古太虚？你完全被封印了吗？之前是你破开了空间壁垒吗？”听到这些问题，仙藤无比的惊讶：“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？没错，我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，我是从外界而来的。我发现。” 这个世界被空间的力量封印了，但是却出现了一丝裂痕。我一路追随到此，空间裂痕，不可能吧？那股虚空的力量何其可怕！除非是那天魔活着，还有可能破开。可是天魔应该陨落了。很可惜，我被更加可怕的力量封印着。先说说你的情况，然后再说天魔的情况。林轩感觉。 谜团更多了，仙藤笑道：“我的情况很简单，我来自于上一个纪元，我拥有仙的力量。后来呢，我就遇见了仙塔的主人。不得不说，这家伙非常可怕，他竟然将我打败了，还把我镇压在这里，想要把我和仙塔炼化，融合成一体。但是，后来他就再也没出现过，我猜他应该是陨落了。仙塔的主人，林轩听后。” 无比惊讶，他想到了什么？仙藤则是说道：“不是之前进来的那个白痴，他没这个本事。这仙塔早就存在了，只不过主人陨落之后，后来者发现了仙塔，占据了这里，自称为仙塔之主。但是，他哪里有资格？至于天魔的事情，我了解的不是很多。当年我能感应到天魔非常可怕，但应该招惹到更加厉害的人。” 所以被封印啊！我以为他陨落了呢，但是听到你说的消息，我觉得他真没有完全陨，他的力量还在。小子，是天魔破开了空间壁垒，你现在还不是他的对手，只有我能打败他。你帮我打碎这几块石碑，我就帮你打败天魔。逆剑狂神第七千六百一十四章，给我仙的力量，帮忙打败天魔，听起来很让人激动。 可是林轩却笑了，他和天魔又没有仇，他为何要打败天魔？就算九魔山的人前来对付他，就算那股力量真的超越他，又如何？大不了他和古三通用空间阵法离开这里，反正他们又没有被封印。九魔山的人再厉害，恐怕也无法破开空间风暴吧。所以，天魔对于林轩来说，并不是太大的威胁。 他摇摇头说道：“抱歉，我拒绝。”你说什么？仙藤听后都懵了。拒绝？难道你不怕天魔的反击？林轩把他的理由说了出来。仙藤沉默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才问道：“那你想要什么？”林轩嘴角扬起了一抹笑容：“上个纪元仙的力量。”小子，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看你之前的气息，你修炼的是神火吧？ 你要仙的力量有什么用？我的秘密和你无关。我只问你，给不给？我给了上个纪元仙的力量，你就会帮助我吗？仙藤问道。林轩点点头说道：“会，不过还需要一些条件。”还有条件？仙藤都气疯了。小子，你不要太过分。林轩说道：“我需要你用道心发誓，不能对我出手。当然。” 我也可以用到新发誓，绝对会帮你。如果你答应的话，那我们就合作；如果你不答应，那我就离开这里。大不了我就回到诸天万界。哎，你也不清楚，如今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吧？现在的世界和你当年早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算了，跟你说了有什么用？以你目前的状态，估计一万年都要被困在这里。仙藤被困在这里。 真的是无尽的岁月，他真的想出去。他咬牙说道：“好，我就给你仙的力量。”接下来，他就用道心发誓，林轩也用道心发了誓。随后，他笑道：“先给我仙的力量。”仙藤的身躯晃动，九枚金色的叶子在天地间绽放，每一个都如同一片苍天一般，上面有着极其可怕的气息，化成了一个又一个神秘的符文。 这是仙道符文，而且和林轩见到的完全不一样。这个时代也有人修炼仙气，可是他们的力量和仙藤的力量还是有所区别的。上一个纪元究竟是怎样的呢？林轩十分的好奇，或许以后会见到更多的上一个纪元的强者。接下来，他就开始吸收仙藤上面的力量。林轩拥有神仙之力，所以。 吸收这些力量毫不费劲，他就仿佛化成了一个水库一般，源源不断的吸收。这家伙竟然能够吸收仙的力量、啊！仙藤见到这一幕的时候都惊呆了，对方究竟是何方神圣？怎么吸收起这种力量来，一点障碍都没有呢？渐渐的，他发现林轩身上出现了很多变化，竟然出现了各种天地异象。果然。 每个时代都有绝世天才的仙藤无比的震撼，在他们那一个纪元就有一些顶级的绝世天才，十分的可怕。后来来到了荒古年代，又遇见了一些顶级的强者，比如那仙塔的主人，非常的可怕。没想到，无尽的岁月过去之后，仙藤又遇见了一个绝世的天才，而且和那些妖孽一样深不可测。林轩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。 此刻，他在疯狂地吸收这些力量。他动用了鲲之呼吸法，一呼一吸之间，有着无数道龙影在他身边环绕。不但如此，混沌的力量、开天辟地的气息、六道世界，同样浮现了出来，仿佛要取代诸天万界。太好了，这一次他的实力还能够提升。除了能增加神仙之力之外，林轩觉得能够开辟更多的龙脉。 如今他的体内有一百道龙脉，算是刚刚起步，想要追上龙踏天还有着不小的距离。这一次他能够大幅的提升体内的龙脉。转眼之间，一个月过去了，林轩还没有出来，古三通有些担心。他遥望仙塔，问道：“仙塔里面究竟有什么？林轩为何还没有出来？”仙塔里面的力量非常的可怕，想要得到。 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耐心的等待便是。仙塔之主笑着说道，他心中无比的激动。看样子，那个林轩是遇见麻烦了，或许在里面受伤，也有可能陨落了呢。他并没有轻举妄动，因为他知道对方的实力很强。上一次他进入仙塔，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从里面出来。对方比他强，所以他准备等三个月看看。 这一等就是三个月，林轩依然没有出来，仙塔之主都快准备动手了。然而太上长老说道：“再等等吧，那小子太可怕，万一他半路出来，那就麻烦了。”这一等又是三年，这一次就连太上长老也是笑了，看样子那小子真的陨落在里面了，我们可以动手了，抓住这个古三通，抢夺他的空间力量。 另外一边，林轩睁开了眼睛，他嘴角扬起了一抹笑容，体内的龙脉也开辟到三百道，实力比之前有了大幅的提升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的龙道武神诀提升了，差不多可以了。目前已经无法再吸收了。林轩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你把所有的石碑都显化出来吧，我这就帮你破开。”仙藤大手一挥，六道石碑。 出现在了天地之间，加上之前破掉那一个，一共是七个。看样子就仿佛北斗七星一般。这应该是一种极其可怕的阵法。这阵法过了无尽的岁月，已经不如当年了。再加上已有一个破掉了，其余的破起来并不难。林轩深吸一口气，快速的冲了过去。如今他实力大增，一拳打出，化成了混沌之龙。 瞬间便击碎了一块石碑，好强呀！仙藤见到这一幕的时候，惊讶无比。这小子吸收了先知力量，已经变得如此强大了吗？太好了，看样子这一次真的有机会离开了。接下来，林轩势如破竹，要么施展强大的体魄，要么施展六道轮回，或者是绝世的剑法。他横扫一切，几块石碑。 先后破碎，仙藤身上的枷锁消失不见了。他激动的在天地间狂舞，他击碎了虚空，金色的光芒照耀天地，一股超乎想象的力量从他身上浮现。感受到这股力量的时候，林轩也是无比的震惊。逆剑狂神第七千六百一十五章：仙藤，真正的力量。仙藤展现出来的真正力量，让林轩无比的震惊。 这家伙的实力好强，不知道具体到达了什么境界，可以说是深不可测。还好之前他让对方先用到心发誓，不然的话还真的麻烦了。走吧，去看看是不是天魔在暗中动的手。”林轩说道。仙藤哈哈一笑：“林公子，帮你对付了天魔之后，可否带我一块儿出去？虽然离开了仙塔，可是……” 这个世界还是被封印着的，想要出去也并不容易。如果和林轩他们在一起的话，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出去了。林轩听后笑着说道：“看你的表现。”那我们走。仙藤轻轻挥动，直接就破碎了虚空，两个人消失不见。与此同时，在仙塔的下面，仙塔之主和两个太上长老，他们已经准备出手了。他们准备打出天罗地网。 绝对不会给古三通逃走的机会。他们还没动手呢，在上方却传来了一股惊天动地的气息。这股气息真的是太可怕了，仿佛天神降临了一般。这是什么？仙塔之主？他们立刻就停了下来，望向天空，惊疑不定。两个太上长老震惊，这股力量完全超越了他们，让他们忍不住跪拜臣服。 这个世界还拥有如此可怕的力量吗？究竟是何方神圣？仙塔之主面色大变，他惊呼说道：“这是那个神秘人的力量！他曾经去过仙塔的顶端，他自然能感受得出这样的力量，只有那个人才拥有。”如今，那个神秘的强者终于走出仙塔了吗？太不可思议了！古三通同样感受到这股可怕的力量。 下一刻，他前方的虚空破碎，两道身影浮现了出来。其中一个正是林轩。见到林轩的时候，古三通松了一口气。他望向了旁边的那道身影，他发现了那是一株金色的藤蔓，身形无比的庞大。下一刻，却变成了两米左右。虽然身形变小，可是上面的气息却并没有消失，如烟似海，仿佛能够毁灭万古。 这位前辈是？古三通惊讶的问道。林轩笑道：“这是仙藤，来自于上一个纪元，如今是我们的伙伴。”古三通震惊无比，这三年来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他还没来得及询问娜呢，远处又有着三道身影快速的飞了过来，正是仙塔之主和两个太上长老。他们来到附近，看到前方的那一幕，也是震惊无比。 金色的藤蔓绽放着滔天的气息，之前那股横扫天地的力量，应该就是对方释放的。这应该就是仙塔的那个神秘人。没想到对方竟然是一株藤蔓，真是让人意外。更加让人震撼的是，他们发现林轩还活着，林轩就在这藤蔓的身边。怎么回事？啊？难不成两者联手了？仙塔之主，他们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 这一次的计划又失败了，他们心中还有一丝庆幸，还好他们没有出手啊，不然的话，他们必死无疑。见过前辈，两个太上长老得知对方来自于仙塔的顶端，他们激动无比。仙雷顶就是来自于对方，如果能够笼络对方的话，说不定他们也能够得到绝世的仙气，甚至还能够得到更多的神秘力量。 原来是你，仙藤望向了仙塔之主，冷哼一声：“你的实力比起上一次来，并没有增强多少呀。看样子，你的天赋也仅此而已了。”仙塔之主脸色苍白，这是被人给狠狠的鄙视了吗？他叹息一声说道：“让前辈见笑了，前辈，你好不容易出来一次，请让我们好好的尽一份孝心。”仙塔之主。 也是无比的激动，他可是知道对方手中不仅仅有仙雷顶呀，还有其他的好东西啊！如果能得到的话，嗯、正想着呢，仙藤却是说道：“不用了，我准备离开这里。”离开！听到这话的时候，仙塔之主等人都愣住了。仙藤这时说道：“我准备跟随着林公子等人离开这个世界。”什么？其他的人都绝望了。 这么一个无上的高手，能给他们无尽的宝藏，现在竟然离开，而且是跟着别人离开，这就相当于漫天的宝物跟随别人走了，他们怎么可能甘心呢？前辈，您可是仙塔的老祖呀，您不能不管我们呀！是呀，请老祖宗留下。仙塔的那些武者都快给跪下了。仙藤听后却是哈哈大笑，他的笑声。 震碎了虚空，愚蠢的东西！谁告诉你我是仙塔的老祖？我和仙塔可是死对头！我是被仙塔的主人给封印在这里的，过了无尽的岁月。说实话，我应该报仇的，我应该把你们这些家伙全部灭了，以解心头之恨。什么？是敌人？仙塔的这些武者都懵了，两个太上长老傻在了那里。 就连仙塔之主也是目瞪口呆，他千算万算，可从来没想到仙藤竟然是被封印在仙塔之中的。可笑，他们还想笼络对方，还想把对方当成老祖，还想尽孝心，真是太白痴了。他们现在应该赶紧逃走，可是他们在对方面前连逃走的勇气都没有。饶命啊！仙塔的那些武者。 快速的求饶，仙塔之主和两个太上长老也是满脸的惊恐。他们说道：“前辈饶命呀！我们并不是这仙塔真正的武者，我们只是偶然遇见这仙塔，后来才搬到这里来的，和之前的那个仙塔主人并没有什么关系。”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！古三通听到这话的时候目瞪口呆，仙藤却是冷哼一声：“一群胆小的蝼蚁！” 就凭你不配动用仙雷顶，还回来！说完了，他的藤蔓轻轻一震，仙塔之主大口的吐血，身躯都快化成血雾。在他的体内，一道光芒飞了过来，化成了一尊鼎，在天地之间沉浮。林公子，这件武器就送给你了。”林轩笑道，“我先多谢你，不过我手中的武器已经够多了，我用不到。这件武器就送给我的同伴吧。” 三通，接下吧，可以吗？古三通无比的震惊，他可是见识过仙雷鼎的威力是多么的可怕。既然是林公子的朋友，那你就收着吧。”仙藤笑着说道。他望向了古三通，下一刻，他无比的震惊：“咦，你和当年的那个虚空高手十分的相似，难不成你是他的后人？逆剑狂神。” 第七千六百一十六章目标魔族，仙藤真的是惊呆了，他没想到林轩的朋友竟然也这么神奇，对方身上的虚空力量让他无比的震惊，这股力量虽然威胁不到他，但是却让他感觉非常的熟悉，他又想到了当年的那尊盖世强者，那是真正的虚空之神，前辈，难不成你认识古太虚老祖吗？ 古三通也是激动无比，仙藤却是摇摇头：“我不认识，我只是感受过他的气息，并没有和他见过。你的气息和他非常的相似，他应该是你的老祖。”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去对付天魔了，走吧。仙藤腾空而起，飞向了远处。林轩和古三通快速的跟随，三个人离开了。等他们走了之后，仙塔的那些舞者才松了一口气。 太可怕了！刚才他们差一点就灰飞烟灭，可恶呀！仙塔之主气吐血了，两次计划都失败了，更重要的是，连仙雷鼎都丢掉了。没有了这件神器，他的实力会大打折扣。以后他拿什么和九魔山的人抗衡？说不定他会被九个魔族的老祖吞掉。这个时候，旁边的一尊太上长老说道：“他们要去对付天魔。” 难不成他们要前往九魔山吗？九魔山的天魔还活着吗？这不可能吧！天魔的可怕，他们可是清楚的。如果天魔活着，没有一个人能够抗衡得住。我们跟过去看看吧。三个人腾空而去，在后方跟随。九魔山，魔气滔天。这一天，九魔山里面传来了一道怒吼的声音，天崩地裂，无边的魔云翻滚。 英俊的男子走了出来，水魔老祖和火魔老祖同样也跟了出来。他们身上的伤已经恢复了，三年了，在其他的老祖以及天魔力量的帮助之下，他们终于恢复了。这一次，他们要全力出击，九个老祖将一起出手，他们要带着天魔的力量将对方镇压。不管对方有多强，这一次都难以抵挡。 英俊的男子冷哼一声，准备承受我们的怒火吧。九个魔族的老祖准备出发，可就在这个时候，远处有着极其可怕的力量飞舞了过来，无数的金光落下，笼罩了九魔山。而在这金光之外，虚空更是破碎，化成了一道又一道深渊峡谷，彻底的封锁了四方。见到这一幕的时候，九魔山上面的那些魔族武者。 都惊呆了，发生了什么？有人敢对九魔山动手？开玩笑吧！他们是这个世界的主宰，谁敢对他们动手？就算是仙塔也不敢吧！火魔老祖见到这一幕的时候，面色大变，他说道：“这是空间的力量，是之前的那两个小子，他们竟然杀过来了！”什么？欺人太甚！其他的老祖听到这话的时候，脸色大变。 愚蠢的东西，天堂有路，他不走；地狱无门，他闯进来。既然他来送死，那我们就成全他。正好在这里是我们的主场，我们动用天魔的力量，更容易。魔族的老祖们都冷笑起来，他们不再行动，而是在这里等待。虚空之中，三道身影浮现了出来，正是林轩和古三通以及仙藤、火魔老祖等人。 抬头望天，果然是你们。他们杀气腾腾。魔族的其他老祖也是震惊。这两个人真的是太年轻了。一个绝世的剑客，拥有六道的力量；另外一个是空间掌控者。这两个人单挑的话，他们都不敢有丝毫的大意。这两个年轻人都是老祖级别的。这一次，他们可不会单独战斗，他们会群起而攻之。 九个人一起出手，对方就算再强也抵挡不住。哈哈！火魔老祖率先跳了出来，说道：“小子，你们是来送死的吗？”水墨老祖也是冷哼一声：“敢小看我们九魔山，你们要付出代价，乖乖的跪在地上。”英俊的男子冷笑：“愚蠢的东西，你真的以为之前打败了我们就能够来九魔山撒野了吗？” 太愚蠢了，让你们见识一下我们九魔山真正的力量！出手吧！说完，英俊的男子身形一晃，来到了一座山峰之上。接下来，火魔老祖、水魔老祖以及其他的那几个老祖纷纷行动，每个人都降临在一座高山之上。九座高山，九道身影，形成绝世的力量，足以让任何真神绝望。 好强的底蕴！古三通见到这一幕的时候，倒吸一口凉气。这样的阵容，就算拿到外面的诸天万界，都足以让人震撼了。没想到这个世界竟然拥有如此高手。他望向了林轩，单凭他们两个人，恐怕抵挡不住吧？林轩则是笑道：“放心吧，仙藤会帮我们的。”仙藤则是笑道：“虽然我刚刚从仙塔离开，没有恢复巅峰。” 不过，也不是这几个小魔王能够相比的。如果是天魔复苏的话，说不定还能够跟我抗衡。除此之外，其他人我还没放在眼里，没放在眼里。对面的九个魔族的老祖听到这话的时候都怒了：“找死的东西，是在小看我们吗？”看样子，我们已经沉睡了很多万年，已经没人记得我们了。一株小小的藤蔓，小妖而已。 也敢在我面前嚣张，信不信我一抬手就能够让你灰飞烟灭？九个老祖高高在上，完全没有将仙藤放在眼里。火魔老祖更是盯住了林轩，说道：“小子，你还是全力出手吧，不然的话，你们可没机会了。”愚蠢的东西！林轩冷笑一声，瞪大你们的眼睛，看看吧，这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藤蔓。 即便是你们的老祖宗天魔，在他面前也不敢有丝毫的大意。你们竟然敢如此的轻视，真是找死！林轩冷笑摇头。接下来，他就交给仙藤了。这个藤蔓拥有如此来历吗？为何我们从来没听说过？这个世界被封印了，这个藤蔓，难不成也是从外界而来的？不管了，先试试他究竟有什么本事吧。 魔族震惊，火魔老祖冷哼一声，抬手便打出了一片火海，化成了一道道火焰剑气，朝着前方飞舞。火焰能够克制植物，想来对方在这魔火之下会灰飞烟灭吧？逆剑狂神第七千六百一十七章：魔族老祖不敌，滔天的火焰席卷而出，笼罩了仙藤。这是灭世之火，足以毁灭一切。 火魔老祖冷哼一声：“在我的火焰之下，灰飞烟灭吧！”轰，火海之中传来轰鸣般的声音，一道光芒如仙光一般劈开了天地，火海裂成了两半。这道仙光势如破竹，落在了火魔老祖的身上。火魔老祖脸上的笑容还没有消失，可是他的身躯已经被击碎了，他化成了血雾，整片虚空。 也是彻底的破碎，所有人都惊呆了。发生了什么？仅仅一招，一尊魔族的老祖就被打伤了吗？对方竟然如此的可怕吗？找死的东西，给我住手！旁边的水魔老祖怒吼一声，打出了黑色的大海，每一滴海水都带着滔天的魔气，足以让任何人入魔。铺天盖地的大海将仙藤笼罩，仙藤狂舞，整个大海。 化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瞬间就被击穿了。仙藤的力量又落在了水魔老祖的身上，水魔老祖吓了一跳，太可怕了！之前他还以为是火魔大意，可是等他战斗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这股力量无法抗拒。该死！他身上出现了无数的水纹，快速的晃动，以柔克刚。水无形，斩不断的这一击。 落在水魔老祖身上，水魔老祖的身躯快速的翻滚了起来，一道裂痕浮现，可是紧接着便恢复如初。水魔老祖冷笑：“我说了，你斩不断我，好可怕的神通！”古三通见到这一幕的时候，惊讶无比。仙藤却是冷笑，他的身躯落了下来，仿佛捆仙索一般，瞬间便将水魔老祖笼罩了。 一股绞杀的力量瞬间爆发，水魔老祖惨叫起来，他的身躯瞬间就碎开了，化成了无数的水滴，散落四方。每一个水滴上面都带着裂痕。还好，关键时刻天魔的力量救了他。英俊的男子动用了天魔的力量，古老的声音响起，守护住了水魔老祖最后的本源力量。不然的话，刚才那一下。 水魔老祖有可能灰飞烟灭，九魔山的人彻底的惊呆了。之前他们没将仙藤放在眼里，可是哪里想得到，对方真的是太厉害了，似乎比那绝世剑客还要厉害。你究竟是谁？英俊的男子冷声问道。其他的老祖也是如临大敌。后方跟过来观战的仙塔之主和两个太上长老，见到这一幕的时候。 同样目瞪口呆，太可怕了！果然是不可战胜的存在。虚空之中，仙藤冷笑一声：“就凭你们，还没资格知道本座的身份！竟然敢小看我！”英俊的男子怒了，他望向了其他的几个老祖，说道：“大家一起动手吧！”这一次，九个老祖一起动手，这股力量真的是太可怕了，魔气滔天，笼罩了整个世界。 仙魔界剧烈的晃动了起来，无数的武者匍匐在地，他们感受到如同末日一般。这一次，我看你怎么抵挡！魔族的九尊老祖杀气腾腾，他们一起杀向了仙藤。不好！古三通脸色大变，就算对方再强，恐怕也抵挡不住了吧？就连林轩也是有一丝担忧。然而，仙藤却是冷笑一声：“我说了。” 你们根本就不是对手，让天魔滚出来！藤蔓之上，九片金色的叶子不停的变大，仿佛化成了九片金色的天空落了下来。每一道叶子之上都有着无数的仙气在转动，化成了一个又一个神秘无比的仙道符文。九片金色的天杀向了九尊老祖，绝世的碰撞仿佛要毁灭一切。然而，仅仅片刻之间。 九个老祖便惨叫起来，他们根本抵挡不住，九片叶子将他们打得崩溃。该死的，怎么可能？他为何会如此可怕？这是什么样的力量？超越了一切。他究竟是何方神圣？难不成他真的能够和天魔先祖相比？九个魔族的老祖站在了这个世界的巅峰，是主宰一般的存在。可是此刻，他们完全惊呆了。 我们抵挡不住召唤老祖的力量吧？如今想要活下去，他们只能够动用天魔的力量了。九个人一起催动了天魔笛，这笛子极其的不一般。天魔笛不但拥有天魔的力量，更重要的是，这根笛子是由天魔的骨头制作而成的，它就相当于一把钥匙。天魔笛飞入到虚空之中，轻轻旋转，咔嚓一声。 九座山剧烈的晃动，出现了一道道大裂痕。九魔山在崩溃，魔族的人都疯了，他们逃向了四方。然而，魔族的老祖们却是咧嘴笑了。能死在天魔先祖的力量之下，你足以自傲了。不仅仅是你，你们所有人都将灰飞烟灭。他们有着无限的自信，因为天魔的力量真的是太强了。转眼之间。 九魔山已完全破碎，无数的魔气从裂痕之中飞舞了出来。这些魔气更加的可怕，而且更加的纯正。感受到这股气息的时候，林轩也是面色一变。他和古三通快速的后退。林轩身边出现了凛冽的剑气，斩断了虚空，来抵挡这股魔气。太强了，仅仅是这气息，都不是他能够抗衡的。当年的天魔。 恐怕超越了真神，古三通更是动用虚空之力来躲避这些天魔气息。至于远处仙塔之主等人，直接被这股气息给打飞出去，他们抵挡不住天魔的力量，凌驾于他们之上。他们匍匐在了地上，他们望向远方，不知这一战结果如何。那仙藤能抵挡得住吗？仙藤漂浮在虚空之中，冷哼一声。 天魔的力量果然还存在，只是不知道你恢复了几分。他继续催动九片金色的叶子，朝着下方落了下去，铺天盖地，镇压一切。无数的魔气翻滚，而在那黑色的魔气之中，终于出现了一道身影。这是一道由纯正的魔气凝聚形成的身影。他一手开天，九片叶子竟然被挡住了。下一刻，他手一挥。 天魔笛落在了这道魔影的手中，天魔曲再次响了起来。这一次的天魔曲比之前英俊男子施展的要强大了百倍以上。周围无数的魔气飞舞，化成了一道又一道魔影，他们仿佛跨越了太古时空而来，杀向了仙藤。不好，赶紧走！林轩见到这一幕的时候，面色一变，他让古三通施展空间阵法。 他们要躲到空间风暴之中，《逆剑狂神》第七千六百一十八章：天魔苏醒。古三通的速度非常的快，瞬间两人便消失不见。他们逃到了九天之上，躲到了空间风暴之中。但即便如此，还是有一些魔影出现在他们面前。就这么一瞬间，古三通脸色变得苍白，他似乎要入魔，身上都快出现黑色的气息了。 这些是魔气，一旦被魔气覆盖，那么将会化魔疯狂。这种手段非常的可怕。林轩冷喝一声：“给我灭！”大龙剑魂咆哮，一道龙影展现了黑色的魔气。那些魔气张牙舞爪，在大龙剑气之下，竟然还有抵挡之力。可以想象，天魔的力量是多么的可怕。不过还好，林轩的大龙剑。 更加的可怕，终于磨灭了这些天魔的气息，两人松了一口气，有着空间风暴作为抵挡，剩余的那些天魔气息也杀不进来。两人这才望向了下方，整个仙魔世界都变成了魔界，无数道在天地间飞舞，笼罩了整个世界。仙魔界里面的那些武者全部被影响了，他们都化魔了，就连仙塔之主和两个太上长老。 也是惨叫起来，他们极力的抵挡，他们身上还是有着魔气浮现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们就会成为魔王。唯一能挡得住的就是仙塔了。虽然仙塔剧烈的摇晃，但是这仙塔本身也是一件极其可怕的武器。待在仙塔里面的武者并没有受影响，他们也不能出去。一旦踏出仙塔，他们会立刻化身为魔。这手段。 也太可怕了吧！古三通望着这一幕的时候，面色苍白之极。谁能想得到，这个世界竟然还拥有如此可怕的力量？这真的是他们古家的老祖宗封印的吗？他们的老祖强大到什么地步，能够轻易的封印这么可怕的天魔？魔族的老祖率领魔族的弟子们跪倒在地，他们无比的激动，这就是先祖的力量。 先祖降临，当横扫一切呀、啊！没有人能够抵挡。英俊的男子冷笑：“愚蠢的东西，你真的以为我们九魔山只有这点力量吗？太傻了！我们九魔山早就暗中行动了，为了就是复活天魔先祖。虽然现在没有完全复活，但是先祖的力量已经恢复了不少。你拿什么与我们抗衡？乖乖的，在这种力量之下。” 灰飞烟灭吧！果然是天魔的力量。仙藤感受到这股气息的时候，同样惊讶无比。很快，他便冷笑一声：“我说了，真正的天魔才配跟我抗衡，不然的话，区区的力量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？你们也太小看我了吧！我可是来自于上一个纪元，我活了无尽的岁月，就连仙塔真正的主人也无法击杀我，只是镇压我。” 我的实力超越你们的想象，如今就让你们见识一下吧。随着他的声音落下，金色的光芒照耀了九天之地。原本整个世界已经彻底的黑暗了下来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只有无边的魔气在飞舞。可是此刻，这些精致的光芒却如同一柄又一柄天剑，刺破了苍穹，斩断了魔气。黑暗的世界再次变得光明，而且这些光。 越来越强，金光所过之处，那些魔气似乎就如同云雾一般烟消云散。怎么可能？见到这一幕的时候，魔族的那些老祖宗惊呆了。天魔的力量多么的可怕，无人能挡。可是现在，竟然在这些金色的光芒之下，如冰雪一般融化。对方真的是和天魔老祖一个级别的吗？难不成？ 你来自于仙塔，不可能！仙塔怎么可能拥有如此强悍的力量？火魔老祖等人，都快疯了！可恶！我刚刚恢复的力量，竟然被你斩灭了，不可饶恕！就在这个时候，大地之下传来了一道极其低沉的声音，这道声音带着无限的愤怒，一出现，无边的魔气都仿佛沸腾了一般，那些魔族的人也是心头狂跳。 这是先祖的声音，你果然没有完全陨落。仙藤也是冷哼一声，让我看看，你这天魔还有多少力量吧。金色的藤蔓就仿佛化成了一柄利刃，瞬间刺破了虚空，杀向了大地之下。轰鸣般的声音传来，无尽的大地化成了深渊，一个巨大的黑洞要吞没一切。无边的魔气翻过来，化成了一只又一只魔道之手，拍向了对方。 结果都被金色的光芒洞穿。没多久，大地之下传来了一道愤怒的咆哮之声：“你竟然敢伤到我！”这道声音极其的凛冽，震碎了天地。与此同时，竟然还有一丝丝混沌的力量在飞舞。仙藤被震退了回来，无比的惊讶：“你怎么拥有混沌的力量？”林轩感受到这一幕的时候，同样面色一变，他说道。 我知道了，就是这天魔之前在偷偷的吸收混沌神血啊，是对方破开了一丝空间裂痕，太危险了！幸好他们提前发现了，幸好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探查，不然的话，让这天魔真的出去，恐怕藏地星就危险了，古家也危险了。毕竟以对方目前的实力来看，这是超越了真神的力量，他们根本无法抵挡。古三通也是一阵的后怕，他说道。 仙藤前辈，能抵挡得住吗？应该可以吧。林轩也不确定这一战，他也看不明白。他说道：“我想，我们应该先修空间裂痕。你是虚空传人，这空间力量，我想你应该能够动用。之前不是有一只虚空兽对你行礼吗？找到它，问问他，能不能够修补？就算在里面不能修补的话，出去之后。” 他们也会动用所有的力量来弥补那道空间裂痕，绝对不能够让天魔出来。古三通点点头，他开始寻找之前的那头虚空兽，而林轩则是传音：“这天魔破开了一丝空间，吸收到了外界的混沌神血。”听到这消息的时候，仙藤也是无比的惊讶：“好家伙，这天魔暗中的手段还真不少呀！”不过。 只是一丝混沌神血而已，他还没放在眼里。他再次杀了过去，两股超强的力量在对决。不得不说，天魔并不是完整的力量，而仙藤却是极其的可怕。他竟然将无边的天魔气息给震碎了。不好，天魔老祖要落败！魔族的这些强者们见到这一幕的时候都傻了。逆剑狂神第七千六百一十九章。 通天符录，天魔老祖是多么的可怕，是他们心中神一般的存在。此刻竟然要落败吗？这让魔族的人都快崩溃了。天魔先祖的力量并不完整，不然的话，怎么可能会落败呢？就是这只是一部分力量，完整的先祖力量，对方根本抵挡不住。可惜啊，我们无法完全复活先祖。大家一起动手。 动用所有的力量挡住仙藤！英俊的男子一声怒喝，所有魔族的人全部冲了出来。九个魔族的老祖杀气腾腾，他们大手一挥，魔族的人全部冲了过来。无边的魔气在他们身上凝聚，化成了一道一道黑色的符文。不单单是九魔山的人，这一刻，整个世界的人全部魔化了。他们同样听到了命令，腾空而起。 甚至连仙塔之主和两个太上长老同样也冲了过来，他们身上有着极其可怕的魔劫在闪烁，眼中有着黑色的光芒，就仿佛傀儡一般。这三个老家伙也被魔化了吗？还真是意外之喜啊！火魔老祖等人见到这一幕的时候激动起来，有了这股力量，说不定真的能够抵挡对方。他们这是携带着。 整个世界的力量在抗衡，轰！惊天动地的声音传来，金色的叶子还真的被打的摇晃了一下。仙藤冷哼一声：“就凭你们也敢与我抗衡？滚！”他的身躯落下，就仿佛化成了一道绝色的星光，所过之处，一切灰飞烟灭,灭。无数魔族的人在这道金色的光芒之下，彻底的烟消云散。 火魔老祖等人的心都在滴血啊！这一次损失真的是太大了。即便赢了，他们也不再是巅峰，他们恐怕会要沉寂很长一段时间。不过，为了先祖，一切都值得了。他们拼命的朝着前方冲去，可是他们真的抵挡不住。仙藤的力量完全凌驾于他们之上，在仙藤的身上出现了一道金色的雷霆，传出了轰鸣般的声音。 这道金色的雷霆宛若天雷，带着极其可怕的毁灭气息。咔嚓一声，它凌空降落，成片的魔族灰飞烟灭，就连魔族的老祖也是惨叫一声。这一次，水魔老祖和火魔老祖再也抵挡不住，他们在这力量之下陨落了。其他的老祖同样如遭雷击，大口的吐血。英俊的男子身躯破碎，满脸的惊恐。 甚至就连魔化的仙塔之主等人也是倒飞出去，他们的身躯被洞穿，倒在地上，凄惨无比。这一招恐怖如斯，仙道天雷！没想到你竟然拥有这种力量！天魔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，他说道：“所有人后退，让我来对付他。”听到先祖的话，所有的魔族退到了后方，他们都激动起来。 听老祖宗的意思，应该还能抗衡得住。仙藤冷哼一声：“你拿什么来抗衡我的仙道天雷？”仙藤又凝聚出了一道金色的雷霆，这是仙道的雷霆，而且拥有金的属性。金之功法，这道雷霆的攻击力极其的可怕，就算是天魔全盛时期也抵挡不住吧？更别说现在仅仅是一部分力量。这一次就将这天魔灭掉吧。 金色的雷霆落了下来，带着毁灭一切的气息，杀向了大地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紧张起来：天魔能不能抵挡得住呢？就在这个时候，下方大地之中突然出现了一道蓝色的光芒，就如同星光一般，极其的神秘。紧接着，第二道、第三道光芒接连亮起，化成了一片蓝色的星光，席卷四方。 金色的雷霆落在上面之后，发出了震天般的声音。可是，这些蓝色的光芒并没有消失，反而越来越璀璨。它们在天空中连成了一片，仿佛一个神秘的图案。九天之上，林轩两人望着这一幕的时候，同样惊呆了。这是什么力量？这似乎不是魔族的力量，他们感受不到魔道的气息，反倒像是阵法的力量。 林轩曾经和很多天师战斗过，他能够感受得出，这些蓝色的光芒之中蕴含一种无上的天地之力。难不成天魔还掌控了阵法？神秘的力量和仙道天雷抗衡，最终仙道天雷缓缓的消失，竟然能挡住！仙藤都惊呆了，那道蓝色的光芒到底是什么？他的九柄叶子舞动，化成了无数金色的风暴。 这时灭世的风暴，撕开了一切魔气，下方的大地也是裂开。这一次，终于看清了那些蓝色的光芒，连成一片，笼罩了整个大地。魔族的那些人也看到了这一幕，他们都激动起来。太好了，先祖居然挡住了！我就知道，先祖怎么可能落败了？即便是先祖的一道力量，也不是对方能够抵挡的。可是。 这是什么气息？这似乎不是魔族的力量吧？这应该是先祖的一件宝贝。无数人猜测，有他在，你根本杀不了我。天魔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：“我给你一个机会，将你身上一半的仙道力量给我，我饶你一命；不然，真让我动手，我将你彻底镇压，抽取你身上所有的仙道之力，到时候你将灰飞烟灭。还在等什么？” 难道你真的想陨落吗？乖乖的交出你身上一半的力量！竟然在打我的主意，你还真是找死呀！仙藤也是怒了，他再次出手，身上的气息彻底的爆发，仿佛能够破碎九天。然而他始终没能够击穿那些蓝色的光芒，那些蓝色的光芒快速的绽放，化成了一个神秘的符文，烙印在了天地之间，竟然被挡住了。 林轩他们见到这一幕的时候，眉头紧紧的皱起。难道真的奈何不了这天魔？这蓝色的符文究竟是什么东西？是一种绝世的阵法吗？没用的，我说了，你破不开他的。他的来历超出你的想象。天魔冷笑一声：“当年的古太虚都杀不死我，都只能够镇压我，更别说是你了。”仙藤眉头紧紧的皱起。 突然间，他似乎想到了什么，他惊呼起来：“我知道了，这是通天路！你竟然拥有这东西，这不可能啊！这东西在荒古年代都极其的珍贵稀少，拥有它的人少之又少，你怎么可能拥有？”仙藤真的是惊呆了。林轩他们听后也是惊讶：“通天符禄是什么？他们从来没听说过。” 天魔冷哼一声，没想到你还认识通天符禄确实出乎我的意料。不过，你既然认出来了，你就应该知道它的威力，你抵挡不住。逆剑狂神第七千六百二十章：神王之子。通天录是什么东西？林轩等人惊讶无比，他们从来没听说过。前方的仙藤无比的震惊，别人不知道，但是他却清楚。 通天路是一种十分可怕、神秘的力量，在荒古时期就有无数的强者想要得到，可是最终能得到的却少之又少。他记得魔族确实有人得到过通天路，好像是魔神族的族长。眼前这个人怎么会拥有的？这个天魔的来历比我想象中的要可怕，对方和魔神族的族长肯定有什么关系。突然。 他一愣，惊呼道：“你该不会是魔神族族长的小儿子吧？”魔神族的族长在成为神王之后，还生一个儿子，那是他的小儿子，可以说是带着无上的荣耀和力量而生的。如果说魔神族族长把通天路给一个人，只有可能给这个小儿子。我还真是小看你了，你知道的还真够多的。天魔冷笑一声：“没错。” 正是我，林轩和古三通听后震撼无比。虽然他们不清楚通天路是什么东西，但是魔神族他们可是知道的。是如今降临的荒古族之一，实力非常的强大，是拥有神王的势力。魔神族的族长绝对是神王级别的，对方的儿子那血脉得可怕到什么地步？没想到这天魔竟然拥有如此的来历。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！当年的古太虚有多强？敢在魔神族巅峰的时候封印族长的儿子？古太虚前辈是不是就是古家家族的虚空天帝？林轩想来想去，觉得也只有天帝才敢不将魔神族放在眼里吧。这个时候，前方的天魔再次出手了。虽然天魔只拥有一部分力量，可是手中的通天路真的是太可怕了。 蓝色的符文笼罩了天地，朝着仙藤飘了过去，想要将仙藤镇压。仙藤感受到一丝致命的危机，它快速的抗衡，无数浩瀚的力量席卷而出。这些力量能够让真神顷刻间灰飞烟灭，就算是那些魔族的老祖加起来也不他的对手。可是，在通天路面前，一切都显得徒劳。该死的！ 难不成要再次被镇压吗？仙藤都疯了，刚刚从仙塔里面成功的出来，他还没开心几天呢，如今又要被天魔镇压吗？这一次镇压，他恐怕下场会很惨，有可能会生不如死。他绝对不能被镇压。他打出了几件仙器，沉浮在天地之间，每一件仙器都拥有逆天的力量。几件仙器一起出手，当横扫天地。可是。 还是奈何不了通天路，还是差了一些。如果有一件绝世的武器，那就好了。还敢反抗吗？乖乖的臣服吧。天魔冷哼一声，就算对方是上一个纪元活下来的仙，又如何？在通天路面前，依然不是对手。林轩见到这一幕的时候，同样面色一变，不好，情况危机了。如果仙藤败了，那接下来…… 危险的就是他们了，他们可不是天魔的对手，绝对不能够让天魔封印仙藤。他看得出来，仙藤的力量很强，但是却被通天符禄克制着，只是差一件绝世的武器。而林轩却拥有这种力量呀！不论是大龙剑魂、轮回剑，都极其的可怕。想到这里，林轩准备出手了，他准备动用六道轮回的力量。 林轩传音说道：“仙藤前辈，我能帮你。”你，仙藤听后说道：“你别过来给我添麻烦了，你根本挡不住天魔的力量。他可不相信林轩能抵挡得住。林轩虽然强大，能帮他破除封印，但是破除封印和抗衡天魔那是两回事情。对方再强，也挡不住天魔，更别说现在还有通天路的力量了。” 对方赶出来，恐怕顷刻间就会灰飞烟灭吧？不相信我吗？看来只能够施展实力了。林轩深吸一口气，轮回眼绽放出凛冽的光芒，六道世界浮现在他的身边。下一刻，他全力的推动了轮回眼，六道轮回的力量爆发，配合着他的混沌体，六道世界在天地间变大，仿佛化成了六个真正的世界一般，笼罩了天地八方。 这种天地异象出现，无数人都惊呆了。这是什么力量？又有绝世的高手在出手吗？究竟是谁？他们无比的震惊。英俊的男子见到这一幕的时候，咬牙切齿，他说道：“这是六道轮回的力量。”众人听后，脸色一变。六道轮回同样也是传说中的超级力量，是他们仰望的存在。那又如何？ 六道力量虽强，可是他本身的修为境界太弱了，无法发挥出六道轮回真正的实力，依然奈何不了我们的先祖。没错，原本想着一会儿收拾他呢，没想到如今他竟然自己跳出来了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解决了他。一只小蚂蚁不配拥有这等力量，就连天魔也是惊讶：六道轮回吗？还真是让我意外。 如今我还在恢复之中，如果我能够得到六道轮回，参悟其中的奥秘，说不定很快我就能够重回巅峰。他不但不愤怒，反而十分的高兴。仙藤也是叹息一声：“这股力量虽强，可是也抗衡不了通天路，是吗？”那可不一定。林轩却是笑着说道：“接下来才是六道轮回真正的力量。”他心中怒吼。 召唤轮回剑，六道世界之中出现了六道身影，他们飞向了天空，在空中融合，化成了一道轮回之光。下一刻，整片天地剧烈的晃动了起来，那些天魔的幻影似乎都变得暗淡。一道剑影浮现在天地之间，这道剑影极其的神秘。它落下来的时候，周围的那些天魔力量快速的消失崩溃，似乎根本抵挡不住。 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他竟然能够抗衡天魔先祖的力量，这不可能吧？他的修为那么弱，他连先祖的一根手指头都抵挡不住，他怎么可能斩裂天魔幻影的？魔族的那几尊老祖都疯了，他们实在无法想象，有人能跨越这么多境界战斗吗？太逆天了吧！就算是少年天帝，也不过如此吧。 就连仙藤也是吓了一跳，这道剑影的出现完全超乎他的想象。他抬头仰望，感受到那上面所传来的浩瀚气息，那种六道轮回的力量超越一切。他狂喜起来，这是传说中的轮回剑，你还拥有这种力量，太不可思议了！